只要一个就好，真的。
只要一个就好啊，一个就好，一个就好。两个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不不到底是要一个还是两个还是要三个？两个。三个。三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有钝角，它就会变成钝角三角形。如果你有一个角是直角，它就会变直角三角形。所以你不可以有角度是直角，也不可以有角度是钝角，也就是说你的角度不能九十度，也不能超过九十度。你的角度不可以刚好九十度，又不能比九十度大，那你的角度就只能怎样？对。所以你的三个都要比九十度还小。OK， 好，写上去，三个哦，这个很特别。因为你不可以是直角，也不可以是钝角的话，剩下的就是锐角。那锐角必须三个角度都比九十度还小。写清楚了。然后，请你画一个锐角三角，直接自己在旁边画一个小小的、大大的都行。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？钝角三角形、锐角三角形，自己画一个简单的图在旁边，用尺画。除了用文字说明以外，再加上图形，再加上图形画在它的旁边。一次就把这三个图形把它全部学起来。接近直角，刚好是直角。
的地段，它有没有结构？所以请问一下，他们每一个人可以参加500。啊，如果是平均分担的话，你怎么算你？你是用多少？厨房用3000块，然后呢？除以五，用3000块除以五，一个人可以拿到600。如果他得到第一名呢？第一名多少钱？1万。第一名是多少钱？5000。那就会每个人1000，对不对？那君之洛嘛，这3000块。两个班的人还是3个班的人？3个班。如果他们把这3000块拿来买糖果，我猜。你家是我猜请你啊？想想高中旁边陈大栋都在亚成那里。就等你。亚成啊！3000块买了3000颗糖果，有可能。你要修哦。要这糖果1块钱的，可以欧流他呗。哦，好了，喝了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我，一个巧克力的一颗。咱煎一颗巧克力。如果这3颗分给这三颗，这3000颗分给你们班，每一个人分到几颗？好，怎么算？啊？怎么算？除以20，除以多少？3000除以23，二十三呐。除以二十三。我们直接赚了啊！直接赚你啊！真是。啊，哥哥，这个可以招人，招回去啊！我哥在台积电最后一年，24啊！好，来了，这24啊，报告老师啊，25啊。我老师哦，24可以整，好吧？对啊，24可以。25。如果用3000颗分给24个人的话，每个人可以分到多少？五啊！我们老哥省了整个路费，算啊。所以你们班的女生拿到多少？如果只看女生，女生会拿到多少？女生贵呀。女生几个对？来算一下。女生有几个？14个。所以发给女生的女生总共拿到多少？我要这么算。一六五，然后呢？再乘以多少？再乘以14，这个就是女生可以拿到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我们刚刚是怎么算的呢？我们刚刚是先算出什么？这个在算什么？这个在算什么？这个在算什么？一个人可以。好，那你上去，一个人可以。这个算法在写什么？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对，很简单。好，把它写上去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就是这个算法而已。可是你们有一个东西不会，可是就这样算而已，就这样算而已。3000除以24再算，一个人可以分到几颗糖？所以一个人可以分到165颗。那因为一个
个人可以分到，这个是一个人可以分到，然后我有女生，女生有14个人，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是女生分到的朋友，我自己一定要写哦。这个是算出女生分到的朋友，分到总数。简单的算法，真的是非常简单。你好好的把这两行写好，等一下我讲的东西跟这个一模一样。不是之前你们说听不懂，我之前讲的东西跟这个一模一样，跟上次你们说听不懂。把两行好好的写好，先写这个，你要先算出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一看，有14个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好好的把这个想法写清楚哦，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的也不过就是这样算而已，而且很多题目都这样算的，就是你现在觉得非常超级简单，简单到你不想写，计算。现在的这个算法跟刚刚一模一样，我
想要算这一条有多长，也就是说这个角度可以分配到多长。那被分配的这一条，你要先看全部的糖果有多少，对不对？全部的糖果就是圆周长，圆周长有这么长，圆周长直径乘以宽，对不对？直径可以量3.14公，所以直径可以乘以宽，圆周长。我要分给多少人呢？我把一个圆切成360等分，因为一个圆是360度，我要分给360个人，所以呢，这一个代表的是。每一度分到的长度，每一度分到的长度。我总共有这么长。平均分给360，我总共有这么长，我分给这么多人，我就分给360个人。那如果我只想要算这60个人，一个人可以分到几颗糖果？我有60个人就乘以60。你好好的跟刚刚的这个做比对。这个糖的是60，所以你算出来的是60度的长度。刚刚我们算的是3000，全班24个人，可以算出一个人可以分到多少糖果。女生有14个人，再把它乘以14，这个算出来的是女生可以拿到的糖果量。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是女生，这个算出来是什么呢？这一个60度可以算出来的长度，如果70度就乘以70，80度就乘以80，这个就是在算多长。这个叫做我们给它一个符号，就是弧。可以把它算完，拿那个。很重要，文字一定要写。我算的是60度可以分配到的长度，所以我算出来的东西是。我算出来的东西是60度的弧 AB 的。算出来这个我所算出来的答案在算这个。看一下这有没有。没有人家借就好。没有人家借就好。好，把它算完。把答案算完，360分之14块再乘以60，最后答案是多少？最后把答案写完。三分之七，还怎么长？
太累了哈，真想睡觉。
一年回去。你介绍了对啊，即马搞拄拄，一半暝十二点嘛咧等你呢。来，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六十跟六十也可以把六十跟三百六十天分别多少？所以答案是多少？六分之四十九拍。啊？李安娜。不需要写带分数，啊，你要写带分数也可以，但是注意哦，会变多少？八又六分之一拍，事实上你写这样就可以了，写这样就可以了。来，我昨天给你那一张，八九回那一张，八九回那一张拿出来，八九回那一张，请写第九回的最下面那一题，现在马上练习，写完了就写今天发的。我们还没有东西啊，姐。不会的可以问我来。现在请你去算第九回。你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是正常的，因为有些东西我还没讲，但是多数你应该都可以写。现在请你们写第九回，第九回的最下面那一题。
现在忙这一块花掉，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要把这个三角形。那这个三角形算进去了，那不就解决了？就把你刚刚算的这一个再扣掉了三角形。第九回第二题，看，用刚刚的算法。呵，刚哥，呵，呵。看，画得好。没样子，他要跟我一条。好，来我想。好。啊？好，非常好。先不管他，你先算这个。来，同学看这边，来先回答我，先回答我，面积怎么算？全部的面积怎么算？全部的面积怎么算？好，半径是多少？所以全部的面积是六乘六，再怎样？这个算出来是什么东西？整片，对不对？整片，然后你全部几度？所以你要先怎么样？先除以三百六。这个算出来是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算的这一块面积有几度？所以你还要把它，基本上你写出这个就代表你会了，懂吗？把它写出来，把它写出来。这个再把它约分一下，就是那个空格的答案。红光写上去，红色要写哦。你在填充第二题的旁边找空位写。填充第二题，第九回。对。Thank you.
刚刚把我刚刚讲的东西想一想。好。叫你小哥。